衣橱里面少一件外套。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件多功能超质感的冲锋衣。那我来一一跟你们介绍，多功能，口袋也多，来一个、两个、三个，重点是它还有一个贴心的小内袋，来我们把它折起来，哎呦，小内袋在这里，完全不怕你的钥匙放进去还会遗失，外面太嗨了。这件衣服贴心的有一个内里的抽绳，轻轻一拉，你的腰线直接一揽，完全就不会再是金刚芭比了。把这些魔鬼毡都把它给粘上，并且了，你在外面骑车的时候呢，也不怕风灌进你的脖子。另外，它这件还有最大功能就是它可以一箭三穿。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穿的这个是第一穿，那我们把这里面的拉链给解开，你们会看到。外面这一层呢是防风防水防感冒，洞口上面做了一个内扣，这个内扣解开就是让你在穿脱的时候不会因为袖子的关系让你的内里跟外里直接分离。外面这一件衣服的时候里面完全是不同的风格，我们不想要穿的这么厚重，就直接单穿这个，它也是有锁温的功能，所以完全不怕冷。这件就是我们刚刚外面那个单独那一件，它其实你不用害怕它就是会很热，因为它其实里面这个材质是透风透气，好不好？所以当你在夏天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刚刚好，完全不会太热，然后又防风防晒，是不是完全不厚重了，变得不同风格。所以这件衣服一件三穿，让你可以在夏天、冬天、秋天，甚至室内你都可以穿上它，好看兼具，功能性兼具的冲锋衣。今天就介绍给大家啦。